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我冇一次吉他都唔知只左手做乜嘅喺度。我尋日喺度度嗰啲 steps， 但系算啦，冇嘢，我冇拎到出嚟。我为生命的热爱，嗰啲系好好嘅。早兩晚咧，一去到呢個位咧，唔知點解上邊咧就一定會有人嗌黃金入球。我唔知道今日會唔會，但係呢個 moment 記住，我唔知道。唔會。我想講啲好感性嘅，係啊，嗰啲真係成熟噶啦嘛，係咪 ？OK。呢一 part 就想睇。你俾少少時間我。呢首歌我喺19歲嘅時候寫嘅。當年喺日本。咁啊，好多私人嘅情緒入面。咁當年係拍緊拖啦。咁就寫咗呢首歌俾佢，經過咗咁多年，而家睇翻轉頭，哇，都幾幼稚，即係覺得好自私，即係你自己嗰陣時十幾歲，成日睇埋啲日劇咁樣，即係玩浪漫，覺得哎呀，即係點解你唔了解我？我贏咗你，點解我？即係成個世界中心喺自己度。原來從來冇擺，經過咁多年，我先至明白，原來我從來未試過站喺佢嘅角度去睇翻自己。係啦，經過咗咁多年，status 已經唔同咗，但係我好想今日喺度感受佢深一次。如果當年我是唱給他聽，是自私寫給自己聽，那個結局又會不同呢？沉醉愉快時日越走越快，期望可以为你了解，让我寄生在你天空世界。踩咗佢里面好多菌。等等啊，系好，好晒未？好咗。Hello， 等咗18年开三场， Hello. 够唔够啊？我就唔系好够啊，系啊，但系我把声就够啦。我把声有啲攰，我开始对过喺度做过，尤其是开咗超过十几廿场嗰啲，我唔知道过往啲前辈点样可以做到咁啊，仲要跳埋舞，真系唔知道个体力系点样 train 翻嚟嘅，系真系好 respect。咁但系你系第几场开始个声，你觉得有啲沙沙地？或者攰，係今日咯。我上到去唱完第一首之後，第二首可能我今日比較緊張啲，個人全身嘅肌肉都崩緊，所以我聲帶其實今日都有少少開，唔係好開到。咁去到唱到後中段，咦，好似有啲翻嚟咁樣，啟動翻細個夾 band 嗰個 mode 咁樣。係咪本來都會有阿藍莓幫做嘉賓？係，咁但係佢因為。我哋其實已經排練曬所有嘅佢 run down 上佢會演出嘅部分啦。其實佢都係 part of 今次嘅表演單位，即係佢成為嘉賓。咁但係佢因為就好唔好彩，佢喺演出前一兩日就接觸過懷疑確診者，咁佢就唔想將呢、這個即係唔想
有意外發生令到大家感染到，所以他就話：，不如我忍痛今次不嚟啦。係啊，咁但係佢就極力要求我一定要唱佢點名嘅歌咁樣，係啊，所以就唱咗首《許如萍》咁樣。係咪其實由第一日場開始開 show 已經好感觸，所以好似每一場都一好忍唔住。淚水比較多。我十八年啊嘛，忍咗十八年嘅，終於可以喺度釋放到咁樣，係會唔會第一次紅館咁樣，會唔會個方向感會摸到喺聲面度？頭先借完幕之後就開始摸到啦，我揾到個出口啊！原來真係好難，好難揾個四面度，因為佢我耳機其實係有導演一路 Q 嘅，咁但係我他就算他跟我講喂 B 出口 B 出口，我 B 咯，嗰個唔係 B， 嗰個唔係 B 嚟嘅咩？係咁係 B， 係我要搞搞我啲方向感先。佢情不自禁到係咁尖人嘅嘴啊，嘴又恆仔，又嘴又本來係，所以今日我就封嘴，咁但係我見恆仔好似有啲意欲想嘴我咁，咁我就褪後幾步咯，係啊。你為咗演唱會都咪新，即係都有做 gym 啊，節食咁樣去準備。我純做掌上壓就，因為 gym 我呢段時候因為都唔敢，我有跑步掌上壓，即係正常屋企都有舉下啲嗰啲叫咩舉啞鈴咁樣。咁但係因為 gym 我唔敢，因為始終我驚感染到屋企人啊咁樣，係啊，所以都係喺翻屋企做。頭先係咪都唱翻以前作嗰首歌就特別感觸會喊啊？係咪都好大回憶啊？嗰首歌嘅，我首歌都好大回憶㗎，係啊，有啲講碾車，唔係嗰啲唔講啊，係我每一首歌都有放好多感情落去嘅。屋企人冇嚟睇，佢哋唔得閒咯，係啊係啊，忙緊學業嘅嘢，係啊。你講咧之前係咪有首歌送俾太太㗎？係太太嚟㗎。十九歲寫嗰首，係啊係啊係嘅。咁你哋講到嗰個 status 唔同咗咧，係咪你哋而家個關係有啲變化？我講我或者我喺度講一次咧，可能以後都唔會再講。我同佢的而且確喺一年前，其實都係超過一年，一年半前就已經分開咗。咁但係我始終佢又唔係。公眾人物我都不想將呢件事變做好似好要 announce 曬咁，所以我都是用音樂去解釋。咁我哋依然好深愛對方，係啊，因為我都好感恩佢同我度過咗十八年嘅二十一年嘅光陰。咁我哋而家個共識係選擇咗用另外一個方法去繼續愛，我亦都會繼續履行做爸爸嘅責任，直到老為止。所以大家唔使再擔心。咁女女對呢件事點睇？他們沒說就照常營業的，他們很開心的，都因為開頭會有少少不習慣，但始終我們都會保持聯繫，所以其實到他們他們永即是我永遠愛他們這件事是不會改變的。那女女跟太太生活這個始終是比較私人的問題，所以我都是想留一些空間給他們。那今天是不是真的 很感動，是不是因為第一次去紅館所以都喊了很多次？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這樣的，今天我真的我好像我將十八年的所有要說的東西好像一晚釋放出來。那有沒有打算進行 part 2、啊、今天這麼好？很想有 part 2，所以希望今晚如果反應好，希望可以我會繼續鍛鍊好自己，寫多些好歌去。那你有整三次 encore 是不是？三次三四次長度上可能都有正常的三次。那本身如果你有沒有擔心，如果他們走了去，你怎麼辦？湯力怎麼辦？是不是會罰錢？是不是罰錢？去到一點了，罰了的了，應該是我夾咯，我們是的，我叫班兄弟，即是大家是的，今個月是的，跌租就搞搞他。是的。那你現在還有什麼特別想做？我現在想去打邊爐。是很久沒打邊爐，好慘啊！係啊，頭先臨出嚟做呢個訪問之前，食咗個蛋糕，因為我都忍咗好多日。咁咯。祝你食多啲，食飽啲。多謝，thank you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，thank you。